我们今天呢，非常非常非常久违的炸厨房啊！对，我们真的要炸了，有没有看到？油锅已经准备好了，满满的。我们今天要做的呢，叫做炸香蕉。哎，等一下，之前有看过炸香蕉，但这次是不一样的。这次多加了某种元素。我们之前的炸香蕉呢是果浆，对啊，之后下去炸，那个也好吃，但我们看到了一个好像更好吃的，它卷了春卷的皮，然后还裹了糖在那边炸 ，Oh my god， 感觉超好吃，超棒，所以我们今天就马上来做了。对，我们连春卷皮都自己做，就是这么厉害。我们要用的水果呢，除了我们原本最想做的炸香蕉之外，还找了其他三个，虽然大家聪明的大家都看到了，还有苹果，可能会很像苹果派，奇异果不是我买的，洛梨你选的，可能会不错。准备好我们面皮的成分了，高筋面粉比水的比例是高筋面粉一，水 1.5， 好，然后再加一点点的盐。而且我们很聪明哦，做春卷皮是薄薄一层。我们想到了之前神买了一台什么千层机，刚好就是薄薄一片的啊，对啊，刚刚好，聪明聪明。那面糊搅拌均匀啊，都不用加热，热加什么？不用加热哦，加热为什么？加热它就变成饼皮了，好像是哦。我们的香蕉没有很长，所以我大概切三等份好了。跟大家中场报告一下目前状况，我们的水果已经准备好了，然后我们的面皮换了一种方式，我们用刷的，这样刷出来的春卷皮才会很薄。加油加油！因为用粘的太厚，出来的薄度很棒，很春饼。春饼是润饼跟春卷选一个奖。先放一个香蕉，我们就用任何你想要包的方式把它包起来就好了。一般那种卷那个润饼卷的方式。我先来炸一个我们香蕉的部分。会散开吗？一点点。等它们压回去的时候，好像就没有散开了。哦。先把它炸到接近金黄色。哦，金黄色，漂亮，棒哦，感觉就超好吃哎。对啊，好像那个鸡卷哦。鸡卷是什么？就是跟虾卷一样的东西吧。里面是什么鸡肉浆那一种？鸡卷里面没有鸡吧？我忘记有一个卷里面没有它的那个名字，叫 baby 啊。现在我们的东西已经炸好了，就剩把它裹上糖这件事情。怎么裹？直接把糖丢进油锅里面，然后这些东西还在油锅里面，然后我们就把它翻一翻，搅一搅，然后再把它们全部夹出来。好，我们试试看看。看看我们将回锅炸，很脆。对呀、啊，准备好倒糖。要倒多少？没关系，你就倒。好。我把它放回去喽。再多一点。可以再来一点，可以。我第一次把糖倒到油锅里面，我整个桌子都是糖哎。糖现在正在逐渐融化，在油锅里面滚上糖，真的是可行的。哎，我还是我不要捞上来，我直接拿它去勾它不行吗？就这样勾起来。哎呦，聪明，好棒啊！感觉好好吃哦。拔丝地瓜、哦、完成了，稍微让它冷却一下了，超硬。我们现在来盲猜哪一个是香蕉，长的这个，好，来吧，好脆，是香，是苹果吧？ OK， 失败，下一颗，这个超美，这个焦糖沾的超漂亮，香蕉是，看起来像香蕉泥哦，它里面已经熟透了，棒哎，哇，试吃时间。我们先把每个都切一半，应该比较好食用吧？好吧。哦、直接碎爆哎、欸！直接大力的切下去。哦。哦，听这个酥脆声，天哪，好熟悉的味道，有麻花卷的味道。那我们找试吃，来试吃，进，快点，进，快点，快！我要吃，我要吃，快！感觉很好吃，先吃香蕉。感觉超好吃，香蕉感觉应该很好吃，香蕉感觉不会失败、啊，超棒，来喽！好吃，很好吃哎、欸，感觉水果不会失败，熟透的香蕉就是细
幸福的味道，很香。然后我们皮好酥脆哦，我的这边糖没有很多，但也好好吃哦。我糖好多，我这个糖也好多。嗯，它里面变成泥了哎，很爽哎。嗯，很好吃哦。这个炸香蕉你觉得如何？很好吃啊。我们需要打分数吗？满分吧。它皮好像拔丝地瓜哦。对啊，很脆，超棒。那我们要来吃第二个口味，嗯，吃苹果。苹果感觉应该超好吃的吧？我原本想象苹果应该很像苹果派，嗯，它有点软掉了，就苹果派那种感觉啊，嗯，接近接近。哦，我怎么觉得肉桂味啊？明明有加肉桂，那苹果不自觉会想起肉桂味，很香，带一点酸，但香蕉比较好吃，香蕉比较甜，苹果比较不甜，因为它里面比较重的是那个果酸味。嗯，甜主要是皮而已。可是我觉得苹果酸酸的好好吃哦。硬要说的话，我更喜欢苹果哎。嗯，我觉得这个派，我们的苹果的这一个比麦当劳的苹果派还好吃。有那么夸张吗？干嘛这样？我觉得没有啊。那下一个呢？奇异果，我们先吃奇异果好不好？好，奇异果应该也不会差吧。超酸哦，我觉得只剩酸味。我觉得有怪了，开始怪了。为什么有一个凤梨的感觉？它的酸已经盖过甜了，除非这个果很多糖，那它可能综合起来会不错。我觉得单纯是奇异果的味道跟面粉类不搭的，很少会把奇异果拿来做咸食啊什么的。没有人把奇异果加热的啦。对啦，加热。来，洛梨，我还没有单纯吃过洛梨本人呢。可是我觉得洛梨加热会有风险，我以前拿洛梨煮过，它变苦苦的。可是我很喜欢洛梨本人。那你本人什么味道啊？好像蛋黄。那个肉的味道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觉得我吃到早餐店的汉堡肉，嗯，中式早餐店的汉堡，煎过的肉那个味道，还有煎哦，然后外面是糖，啊，好诡异哦，我有点想要吐出来，嗯，好臭哦，炒加汉堡肉排，然后再加麻花卷饼干，一次三个东西塞到口中的感觉。然后还有一点马铃薯泥，口感，对，口感。但我觉得这个如果做咸的，说不定蛮好吃。我们就是停在炸那一步，不要果糖，就是它明明就只有洛梨，可是你吃起来会有马铃薯绞肉馅的感觉。然后再淋个可能是起司或番茄酱，就很适合了，或者是酱油类的酱汁。嗯，它口感是好的，只是味道很妙，而且真的有肉味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是肉？所以素食的人可以来吃看看，不是只有我觉得有肉味，我觉得有一点点肉前面的味道，对不对？就是那个气味，要吃到肉的那个感觉，可能是油脂的味道吧。我们最推荐的水果，哈，最选不出来，不推荐的倒是有，奇异果，奇异果。洛梨要做咸的，奇异果不要做。然后香蕉跟苹果都很棒，超棒的程度。只是大家洗那个油锅的时候比较累。其实要再单纯一点，你不要这么麻烦的话，你炸完拿起来之后，你撒糖粉可能也有差不多的效果。你只要炸得够酥就好了。你也可以自己煮焦糖，然后去沾，就像我们之前做法式地瓜一样，就不用把它丢到油锅里面了。不错，原来春卷包水果是可行的。好，那喜欢这影片，别忘记喜欢，决定我们频道并点开小铃铛。有什么想说的话，希望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。最重要，你放 Instagram、Facebook， 想要支持我的话，可以加入我们频道会员哦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好吃。他抓到头，你们看不到怎么办？我拍给你们。没有，我要先关心你才对。你回来，他们很紧张。